这个周末啊，新娱乐全新综艺节目《天呐，我们变小了》迎来了一位特别的客人。当然了，如果你最近在看欧洲杯的话，对这位客人你一定不会陌生了。来看一看他到底是谁呢？黄健翔这次受《天呐，我们变小了》节目组邀约，为第一期节目串词配音。而刚来到配音间，黄健翔已经迫不及待拿起耳机准备试音，连工作人员的招呼也因此直接无视。您水要吗，黄老师？我这样吗？进入工作节奏的黄健翔更是严格把关自己的饮食，我就喝水，我不喝甜的，谢谢。然后开始目不转睛盯着屏幕，这动作这表情着实入神。黄健翔的体育解说总是满腹激情，这次为《天呐，我们变小了》配音，黄氏风格也初露锋芒。激动人心的比赛就要开始了，让我们惊呼：天呐，我们变小了！不过没想到这样激情的演绎让导演有些为难，反倒要求黄健翔可以平静一点。黄健翔能 hold 住吗？可以平静一点啊。在这里人变小了，世界变大了，每组家庭都将面临压力、挑战和冒险。每期两组家庭将争夺本期节目的奖杯和价值50,000元的开心慈善基金。要赢得最后的奖励，必须要通过巨大的客厅、厨房和儿童房的挑战。究竟导演会不会满意这一版的解说？明天新娱乐在线为你送上进一步的配音花絮。当然，黄健翔的嘴皮子功力同样值得期待。新娱乐在线上海报道。